怎么还有一个五元？甜甜，里面还有一个五元呢。我们今天要来开箱，已经一个已经绝版的《勇者斗恶龙》的，算是还有小火吗？疗愈小物吧。哦，它是之前在2016还是2017年吧，那个《勇者斗恶龙》在大阪的环球影城有做一个结合的游乐设施，那现在已经没有了。那在那个期间，它有推出这个期间限定的疗愈小物。不是哈德尔夫，是环球影城。哦，那现在已经买不到了，我们就赶快来打开。这里面有两个，迫不及待了，对不对？迫不及待了，哈，哦，好。好可怕！你差点画。对，我刚差点割到自己。好了，请打开。哇，它的包装盒就是一个宝箱哎。不要，来冷静，先冷静，我会割用割的，等下把那个弄坏，里面是纸做的。这盒子我觉得很有收藏价值。好，可以拿自己喜欢的东西放进宝箱里。好，弟弟要看一个吗？来，盒子要收藏。哇，里面有很多种。我要拿。是头盔跟铠甲，一个是头盔跟铠甲，一个是剑跟盾。好，借弟弟看一个，来，弟弟借你看一个，哥哥看一个。我要买这个，这个是，我要买这个，这要换。好。这一盒里面是头盔跟小徽章，然后总共有几种？总共有四种：剑、盾、头盔跟盔甲。那我再交换一次，交换。不要。好，这要彤彤自己的零用钱买的。彤彤出一半啦，我出一半，我帮他出一半。哇，是头盔。是头盔，那这一盒，彤彤这盒是什么？是剑。彤彤这一盒是剑。是罗德之剑。我要剑。哇。哇，看一下，这个给你，哦，而且还有这个小牌子，上面写 Nando Yusha no Sobio Deida，发现了勇者的装备，我想要。先借弟弟看一下，等一下我再帮你拿回来。快点打开，快点打开，轻轻的，快点打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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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一个开，我们先开这个头盔的好不好？好，先开头盔的，一个一个来。帮我打开。头盔，好，你要戴头盔吗？要。啊，头盔在这里，你可以给弟弟看。不要。头盔。谁要见？你看一下这个头盔。爸爸他，好精致哦。爸爸他的那个是罗德的头盔。好。你要装一下手套。拿不出来。爸爸打开。等一下。爸爸打开。剑是我的。我要我的弟弟，我的弟弟，我要我的弟弟。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我的弟弟是我的了。来，这是哥哥用自己的零用钱买的，是哥哥的，但是爸爸会跟哥哥说可以借东东看。好，打开。反正是哥哥的。好，打开。嗯，我们打开。这里有两个宝箱，排整齐。小心哦，刀子的时候不能手不能过来哦。感觉这两个宝箱都是米米色的感觉。好了，好了，来，放好了。哦，你要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蛮好，给你。等一下，我先给相机看一下。你要想要这是罗德之戒。我想要。哦。等一下，我帮你拿，不要帮你跟弟弟讲道理。你先穿好。小徽章我也要穿了。先给我看一下。我把它全部穿上。先来打破章节的。哇，很精致耶！你看，这样子是一组，上面一个小徽章，下面一个头盔，不错。我来帮你串起来。不能打破东西，它是跟小徽章合在一起的，我们要把它串，跟厂商串在一起啊！来，两个都想要。它跑走了。老公，你那个要给爸爸一起，跟这个串在一起，它是一组的。爸爸，我两个都要。你两个都要吗？你觉得两个都要吗？我也想要一个。好，那。头盔啦，头盔是我的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剑卖给你，那我现在想办法帮你把剑拿回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彤彤，等一下，我拿大的罗德之剑跟你交换，是不是一样的？呜呜呜！来，看我把相机。好，我们来给相机看一下，你会吗？相机在哪里？在这。在这，我们把剑给相机看一下。好。哦，你看是不是一样的？大的罗德之剑，小的罗德之剑。对啊。好，哦。然后哦。啊。然后哦。啊。然后哦。啊。哥哥，对不起，你赶快把头盔戴起来，弟弟，我这样打过来，赶快戴起来，
东东，我跟你说，不要的吧，不要。这个乐高人带感觉蛮适合。你要把它串起来，像哥哥那样子。不要。小徽章收集之后可以换比较好的装备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才两个，要买五十，要买五十个宝箱才能。对，它很不错，它全部有五种，可惜现在已经绝版了，要不然我想收集全套的。嗯，这个是我的。里面可以放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也可以啊。我们一人一个啦，哦、嗯，这个桌巾，这盒子要留着。很、欸、哎，你看它就是一个宝箱的样子。刚刚打开的时候没有注意到。已经拿到的了。嗯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吵架。明明已经拿到的了，哪有这样？你二刀流吗？我只有一个，你两个。你给哥哥把它串起来，我这是哥哥的，哥哥借你的。那我以后不借你东西了，借你都不会还的。现在你没听过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吗？确实没听说过。还给我。那哥哥把它串起来好不好？不要。那这个也是我的，我要把它串进我的。嗯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啊，那我的嘞？我帮你，我帮你，董董，我们把它这样串在一起，跟借串在一起。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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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哥哥的了。这是哥哥的了。这个是大小孩玩的玩具啦，有董董比较适合董董的小小孩的，哦，可以借董董看一下。我是比较小的，你去哪了？我小的。可以借董董看，但董董不能说是自己的，就要拿走。我小的。然后还不还给人家。我小的，我小的。你两个都想要吗？我看一下串好的样子。别这样哭，我好好把它收起来。宝箱。没有了。你想要小的是吗？可是那不是董董的。可以借董董看一下。可以借董董看，但是。要还给哥哥，你做得到就借你。来，你过来。可以拿给哥哥吗？你可以拿给哥哥吗？我们去地毯那边借弟弟看一下好不好？那、啊、等一下再拿回来，不然弟弟就哭好可怜。我们先摆着。你要坐下来哭，我抱回来了。我想睡，我想睡。好，那就回来。好，董董要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谢谢谁？谢谢哥哥。来，要拿出来喽！等，弟弟，剑，我拿出来了。我已经开宝箱了。好，哥哥借你，但是哥哥要看的时候。什么？盾牌。星星。这边星星耶。对啊，星星。哟，哎呀，哟，哎呀，变成我的，现在变成我的。东东，你要跟哥哥说什么？用来打怪物的。好，对，用来打怪物的。那你要跟哥哥说什么？再见。哎，东东，那我的先借你，我的先借你。那一张立车的，这是小徽章盾，用来打怪物的。对，那你哥哥现在借你看，你要说什么？打怪物。哥哥借你看，你要说什么？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练习。那哥哥要看了，你要怎么办？妈妈，你看妈妈也哭了。好，那哥哥现在想看了，董董要说什么？我想看了，好。对。然后打怪物。好，那董董想看，董董想看跟哥哥说什么？直接抢走。你要跟哥哥说什么？哥哥现在借你看，你要说什么？谢谢。好。好，那董董你跟他说。哥哥现在想看了，可以还给哥哥吗？对。谢谢。好。那董董想看，董董要跟哥哥说什么？不行。不是不行，是说。
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可以啊。我说可以、啊。可以啊。那是什么呢？董董要好好说的。这是星星耶，那么多星星，要交换？不要不要，谢谢。要星不沾有打怪物的剑。对，打怪物的剑。小徽章之盾。但是星星。小徽章之盾，打吧。打破了，打破了。现在真的一定从那要买两个、三个才行。不用，换哥哥了。好棒哦！好。然后董董，你看爸爸示范。爸爸，比如说爸爸现在想看，对不对？我要怎么说？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谢谢。哇，你太快了。换哥哥看的，这是哥哥的。星，我也打破这个。你要说什么？谢谢。对，不是谢谢。是说哥哥，请给我看，谢谢哥哥。哥哥请我看看，谢谢哥哥。哇，很棒，讲得很好。哥哥想看，哥哥现在想看，你可以借给哥哥吗？谢谢。不行。爸爸也想看，可以借给爸爸吗？不行。不行，可以啦，借给爸爸看一下。哦，给相机看一下，看很精致耶。他们很精致，好，欢迎。欢迎打金币，欢迎打破金币，欢迎打破金币。这是小徽章。哎，这个当初在环球影城一个才卖800块日币吧，有没有很划算？八百还是一千？我记得很便宜。那边有点晶晶。对。但是它绝版的呀。对，绝版的。啊，没有，这边有写价钱，这边有写价钱。当初在环球影城上面，爸爸，你看板上没有了。对。哥哥，这是哥哥的，你怎么没有问我？这边有写价钱。打怪物的剑。好，这边有写价钱。当初在环球影城是卖1200块日币，所以换算台币的话，差不多是250左右而已。为什么呢？哦，很便宜。我戴的头盔。我教你怎么讲。打我，我不给你。彤彤，彤彤。好，爸爸教你怎么讲的，不是讲这是我的，你要讲什么？他会学你讲这是我的、啊，你要讲什么？彤彤，你要说，请借我看看，不是这个，对，请借我看看，然后哥哥就借他。那你刚刚为什么答不？我说对不起，你说对不起，帮你呼呼，然后帮他呼呼这样子呼呼，好，可以。真的，头盔跟头盔跟小徽章，要装死莱姆吗？好，那我要让你挑一下，你要装什么史莱姆？我这边有一大堆的史莱姆。哇，我没想到我有这么多的史莱姆。现在这么多史莱姆，记得我还现在这么多史莱姆。这三只你要吗？为什么这么多史莱姆？你要拿什么？我这么多钱来了，找这三只我找到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等等，既然他们两个是一组的，那这样好不好？史莱姆戴头盔，我看一下，好可爱、哦。这样子好不好？史莱姆可以戴吗？不行。那谁可以戴？哥哥、爸爸可以戴。哥哥可以戴吗？爸爸可以戴。太小了。爸爸跟哥哥可以戴。爸爸可以戴了。我们把它装回宝箱，还可以装点其他东西。董董可以带吗？不行，我可以吧。你把它装进去。这是我的宝箱。嗯。可爱木也装进来好了。嗯。爸爸带着拼可糖的。好，董董，你把它盖宝箱，你会盖吗？会。你把它装进去盖宝箱。董董装吧。你会装吗？宝箱也可以当一个玩具，你看。平常爸爸，你在洞窟里找到一个宝箱，你要打开吗？嗯、你先看，你先帮弟弟装。来，我来帮你盖起来。你不会盖对不对？好，洞窟里有两个宝箱并排在一起，你要开哪一个呢？开这个。我要开这个。我来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哇，有龙，有史莱姆，有剑，有小徽章。我在。我眼里面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帮你看一下，
有找到了灰灰跟小灰灰，传说中的勇者头盔，对，巨龙戴，给史莱姆戴超可爱的，原本是史莱姆骑士在上面，对，超可爱的，这真的不错，哇，我打赢，这真的不错哎，这个外包装还可以当玩具，宝箱玩具。我要把它装进去了。嗯。我先把你，爸爸帮你。你会装吗？哥哥，哥哥教你。来，这样子把它放进去。对，然后盖起来的时候，黄色的在里面。你会了耶！有关紧吗？有关紧，关紧了。关紧了，好，我们把宝箱藏起来。好，我要藏到哪呢？把宝箱藏在一个坏人不会发现的地方。战争机器人，弟弟也要吗？也要。你把箱放哪？来，我来帮你。你想放在哪？东东，你问你要放哪？要给哪一个怪物保护？东东说给大巨人保护。给大巨人保护吗？给大巨人保护，放在头上。大巨人保护宝箱。我来给三人机器保护。一边一个，好。要相亲相爱哦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妈妈打扫了。